你找我？你过来。又不舒服了？没事，好多了。还说没事呢，刚才同事都跟我说了，你在那边都疼了半天了。喝点热水就好了。休个年假，放松放松，赶快去检查一下。真的不用，我现在还可以正常工作。你别说年假了，你春节假都是休两天就回来的。有时候看你这样，我真的很自责。我知道你压力大，工作重，每天呢被这销售的小数据折磨，每个季度每年又被大数据折磨，这几年呢你真的是辛苦了。可我只有你这么一个爆款预测机和人形数据库，你说你要坏了，我去哪儿找一个像你更有能力、更努力、更靠谱的大宝贝呢？嗯，天哪，你别说了，我休假还不行吗？